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今天是3月5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的是112学年度 UBA 男子一级的一个复赛最后一天的赛程。我们今天在台北体育馆为大家将带来4场的一个比赛。首先第一场比赛也是非常攸关，今年4强最后一席门票的辅仁大学要来面对到是国立体大。宝儿教练所率领的辅仁大学这场比赛先发包含了威尔森、凯德尔、庄博元、洪冠伦，另外还有郑怀谦。国体这边包含了胡庆豪、徐宇辉、黄伟成、陈冠中，还有许廷威，更多好的一个发挥。开赛来看到他跟威尔森跳球，凯德尔这边拿到。国体他们在整体来说，先发或者是应该说他们的一个锋线球员跟他们的一个后场球员其实对抗性都不错，身材讲略显单薄。给到外线，凯德尔投进了3分球。刚才2罚都落空，武大的球权，郑怀谦用他的一个单打技巧找到了一个出手。洪冠伦外围比了一下，再近一点找到底线的队友，底角的一个跳投出手得分。庄博元再回到湖底比了一下，收球之后的一个跳投得分。昨天球队赢球的功臣，有点跌跌撞撞的，还是没有放进去。哦，这一节 field goal 到现在，总算破了0度空间呐、啊，13-4。像这种190啊，就可以当1956来用。哇、哦，外围一大步，洪冠伦投进了这样比赛个人的。第一节现在国体只得到4分，凯德尔在篮底下用时间差放进这2分。进攻的技巧提升了很多。对，再喂给队友。骑马射箭的一个正面抛投得分，节的比分没错。现在第二节比赛展开，第一节在国体这边只有一个 field goal。我这看见吼，这个跟队友的一个搭配，送出这个漂亮助攻，没补进。不过看起来辅大好像压迫性还是很强。对，因为这场比赛对辅大来讲算是背水一战。现阶段其实在辅大这边打的是比较有组织的。哇，陈冠中在第二节，我提到目前为止3分外线都没有找到感觉。对，而且他的身材也不错，然后也是球队当中算是非常有经验的球员。吴敬豪开张了。对，没有太多的单打问题，其实国体大也打得很有整体性。这个球创造出机会了，刚才队友的一个吴敬豪开后门给到徐宇辉，好球。国体他们进去是不怕碰撞，陈冠中收球再给吴敬豪单手放进，国体要慢慢的回到比赛了，而且这有机会是个2+1。未来以后在中华队打4号的苦工，防守拉开空间，扛人拉。大科瑞潘建宏，你一沉退之后给了对方出手空间就麻烦了。哇，这个球暂停回来之后，徐宇辉用这个火锅弥补刚才的失误。郑怀谦中距的一个急停跳投得分，投进这个 low。看今天辅大学投篮的状况，陈冠中想要从底线绕出来没机会，胡敬豪，哇，这个球，他的出手点也高 ，hand off， 凯德尔再给郑怀谦 ，PK 诺的搭配，轴距附近的收球得分，连续2个假动作，对，骗过了防守球，哇，一条龙直接切到篮底下。那一场第4节神经刀射手让整个政大也吓出了一身冷汗，所以辅大他们其实是有蛮多的武器。看见吗？今天第一次的 miss， 前面欧洲不进来，连续动作，张佑伟，这是最灵活的胖子啊，张佑伟进去，庄博元再找到底角，庄伟杰骑马射进的一个抛投球爬进去。利用传球队友的一个配合来找机会。哇！
过篮板又拿到，时间要注意了，林瑞轩被封下来。哇哇，这样也投进。许廷威，许廷威，哇哦，哇，这个机会有了，再修正一下。坤哥没有发挥，坤哥要拆炸弹。这是在下半场国体另外一次迫使福大要拆炸弹的防守，但是他们也没有拿到防守篮板，被凯德尔捡到进攻篮板。啊，胡静豪空了，这个球防守没有交代得很清楚，禁区漏人了。Wilson被拉开到禁区外围之后，心理层面来讲是会有压力。哇，这个球被胡静豪在前防守超球 ，coast to coast 一条龙灌篮得分。跳的情况下让凯勒反而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个球最后，哇，许廷威单打跳投得分。哇哦，凯勒还是张佑伟，两个人都守得相当好。哇，龙灌篮止血了。对。这算是帮武大先打一剂强心针，再看到直播应该吓一跳，应该是应该说国体大自己真的是自己把自己打闷了。对，第一节，将军，张佑伟，哇，他是全能机器啊，张佑伟。国体篮底下，林瑞轩做假动作之后，造成了一个半分，而且这是个 M1。周海清要自己打掉吗？没有。张杰成底线的一个三分球出手得分。哦，庄博元啊。凯德跟郑海谦的一个小组配合，踢到了外线，许廷威再回过来，胡静豪弧底，哇，空心命中，哇，这个背后给球很有创意，张伟杰的一个漂亮助攻，张杰成。刚才一个漂亮助攻之后，这个外线出手，因为要篮底下将军很有霸气的抢回这进攻篮板，篮底下不进两分，第一次的传球被干扰到，我可能应该会自己打掉。哇，这是他喜欢的节奏。啊，这颗三分球投进。戴成燕现在背负四次犯规。哦，廖伟浩投进了三分球，这场比赛第一个 field goal。从后方这球被拨掉，前面有一个轻松跑快攻的机会。谢谢。台师也好，福大也好，那福大必须先赢这场球，再看，就是说下一场比赛，台师跟原为止国体大最大的问题是，除了第二节之外，他们一三四节失误都控制得不好。是，对。而且现在胡静豪不在场。因为戴成燕的防守，哇！哎，国体这边又拿到，换到弧顶这边投进，哇！谢淑仪真的是奇兵啊！哦，对，因为刚才暂停之前是说是十四秒，哇，66-60，张佑伟，那反而胡伟会希望福大 hold 住。篮底下看到凯德尔，关键时刻拿到这，还有90秒左右，哇，底角三分球，许宇辉，哇，终于投进了，许宇辉。第一节看起来是一场迎接大胜，到了最后只赢5分。那辅大赢球，至少在此刻为止，他们帮自己保住了这晋级的一线生机。啊，等一下要看胡伟跟台师这场比赛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由辅仁大学，他们在这个复赛最后一场比赛68-63击败了国立体大。